各位，是我精心挑选的非常独角兽代表，都有极致的特异功能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出生入死的同事了。简单打个招呼，相互认识一下。别靠那么近，好压迫！不要握我的手，你们晃得我好晕啊！不要那么大声，带着轻声细语。打个招呼，废话不要这么多，赶紧结束准备办正事了。废什么话？这可是基本礼貌。都说了让你小声一点。好了好了，我想你们都需要冷静一下。每个人极致需求都能满足，就是轻松愉快。上网搜索合创V09 I can